我心情不好或者是有点心情闷闷的时候啊，我就想要喝气泡饮料。会喜欢喝啤酒也是这样，因为它有气泡，然后喝了之后你就会觉得，我就会觉得很爽，就是那种气泡的感觉，超爽。喝完之后感觉好像，喝一喝烦恼都不见了。或者吃瓦萨比啊，就是那个生鱼片不是瓦萨比吗？吃一吃整个就是有点像自虐，你自虐完之后就感觉好像心情还不错哎。对啊，当然睡觉也有用啊，只是睡久了会头痛啊。不知道 PUBG 会不会出雅思最爱的日本地图？我觉得应不可能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 PUBG 是韩，我记得是韩国人做的。然后韩国人呢，其实韩国很讨厌日本啊，毕竟之前有殖民过。所以，而且韩国人的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讲，是民族性比较那个吗？还是怎么样？我不太熟啦，这个可能到时候要问我妈啦，我妈比较熟，我妈比较喜欢韩国，我比较喜欢日本。那所以说，在这个情况下，他们应该不太可能会去主动出日本地图，对，包含其他这个 PUBG 的这个游戏模式参考是参考日本的那个电影，但是基本上我觉得是很困难的，对，我是不抱希望，就是因电影的原因，我看到人了，不知道他有没有发现我、啊，他撞到了。他开过去了，开过去了。不要打吗？不要打，不要打。他下车嘞，水哦。等一下再过去打他。我打得赢他吗？算了，我先跑圈好了，我不想打了。看要跑哪里？这里好了。Say goodbye。我不要再被我自己撞死了。还有摩托车哎，好棒啊！是啊，就这样吧。好啦，可以回去啦，开始归吧。门要记得关。这样就可以了，那就非常非常非常的安全了啊！有人在楼下，来来来，要来我这栋了，来了来了，来了来了来了，进来了进来进来了，进来了进来了，欢丽进来了。等他完整上楼，我再打他好了。抬楼梯是没有用的。来了来了，睡啦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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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多东西哦！我的妈呀，睡啦！看一下，哇，三级防弹衣，三级背包。5.56子弹，一大堆平底锅啊！我平底锅有了，不好意思。让我看一下，这什么东西？哇！发财了！各位，发财了！我不太会用那个东西，因为毕竟它是比较新的东西。直接洗澡了，会怕哦，会怕哦。暂时不要动。有人在那个。这边这个方向大概3-4棵树的后面距离，不知
道是开车还是跑步哦，因为那个速度有点快啊。跑步吗？啊，对，跑步。这包不行，这种我没有把握哎。但我稍微瞄一下，我看一下他要去哪里。有他过去了，他进去那栋小屋了。其实我刚刚在想，有两款游戏啊，我想玩，一款是 PUBG 啊。哎呦，又有人要下来，好烦哦，好多人在跑圈哦，我的妈呀！等下这边会有两三个吧？麦闹啊！哎，跑过去，跑过去，不要跑过来，不要跑过来，我这栋，不要来找我，不关我事啊。一款是大家俗称的屁孩才会玩的游戏，因为那是我国中，他刚好出，我就有玩。然后另外一款就是 PUBG， 让大家猜一下是什么游戏？它是线上游戏，线上游戏哦，枪战的，大家可以猜一下。从我国中出到现在还没到，屹立不摇啊！好啦，GG啦，说圈不是说我这里啊。好，我们要开始跑路了。准备好了没？跑哦！来，他在这边。哦，三级头，烟雾弹，碎，再来，不行，这边。这边没有地方归啊！啊，要狙了，怎么办？我看到人了！哇 ，Holy！ 怎么办？哎呦，怕呀！这能进去吗？不行哎、欸！好，就这样吧。不管了，哎，不对，旁边有，这样，被发现就算了，当我衰吧。Holy！ 我后面有人啊，我前面有人啊，这在玩什么啊？哦，剩八个，我后面有人，我山上也有人，山下哎，山下有人来了，山下智久来了。
不要打我，没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，没事，不知道，不知道。没事啊，兄弟，剩四个啊，兄弟，剩四，最后四个，最后四个，兄弟，最后四个啊，最好是让这两个先干架吧，快点，有人在开枪，打我吗？不是，不是打我，我看到人了，兄弟啊。兄弟啊，你先跟下楼下的那个人打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哦，这两个打完了，剩两个，还有一个不知道位置在哪里啊？一个在那边，一个在我后面，剩下一个呢？剩下一个在哪里？我只希望楼上那个不要拿瞄准镜瞄我的草丛啊，不然会死惨。最后三个，一个在楼下，一个在山上的小屋的方向或石头，因为在这地方有烟雾的声音。我现在开始有手汗了，完蛋了。好，其中两个还没打起啊，楼上那个应该是没有遇到敌人啊，不然早就开战了。然后楼下的也没有遇到敌人欸，这三个到底去哪里啊？圈都缩这么小了，你们还不打吗？有人完成这样子的吗？玩这么龟啊？虽然我也很龟啦。哎，后面有烟雾，我知道位置了，底下一只，后面一只，前面一只啦哦。是呀啦，怎么办？周一圈说哪里？哎、欸，我在边圈边呢。啊，不要动。他们一定会很认真的抓其他敌人在树后。然后我觉得山上那只应该是在石头或石。哎、欸，我看到那只了。不行，不能开枪，这不能开枪，这绝对不能开枪，不行。即使他发现我也没关系，不能开枪，这绝对不能开枪。不要丢燃烧瓶啊！他发现我啊，应该没有，算了，他应该没有发现我。不要丢燃烧瓶好不好？人家会知道我的位置。欸、他下来、欸，他没发现我。剩三个。我天！你们这三个给我打哦，给我打一打啦！不要欺负新手啦！快点，你们三个赶快打一打，给新手一个机会吧！给玩不到三四百个小时的新手一个机会吧！我看他在瞄我，他在瞄我，我不知道。你自己打吧。没补到，完蛋了。没烟雾了，
是。剩两个，一个在帐篷后，应该是车子附近，另外一个不知道位置在哪里。我要硕娟。我只希望那家伙不要在石头后面。我看到一个。他躲回去了。他打赢了。剩最后一个，剩他了。来了。不行，没打到，瞄不到。他要来。他来了。我吃鸡了。哇哦，不好意思，我呛到了。